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神地些，啊，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即个风水的妙法。风水会影响着的原则啦，啊，甲相关系的万生万物啦，是足济的。一支山，一个开门，一张树，一间厝，一支塔。啊，种种的拢影响着风水的运转的法则。那么石头呢，站在这风水的原则啊，是真大的关系。石头呢，伊若假使咱的日时安排呢，放对时啊，互咱有一个团结的力量。若是讲放唔对的时啊，互咱会造成真侪无必要的困扰。今日呢，即节呢，来甲各位介绍石头庭院啦，吼、哦，咱厝了前厝后的石头啦，究竟安怎来下接着？好，现在有一个原则啊，请大家咱来看这原则。好，当石爱坐，当个石爱徛停的就对。好，这边石爱困的，边石爱困的。哈，圆的石呢，爱好出现；乱石啊，爱单调去，唔好单调去。哈，有转转咩咩角角的石呢，爱甲唱调咧。首先来甲各位介绍一下，咱石若长的，爱徛调咧，规个四四角角爱徛调咧，徛咧呢是顶天立地，予咱一个稳定的心。四角角的石条，你踩的时啊，咱感觉真正稳定。石条你踩的时，爱踩咱看两边，安尼才符合着风水的法则。再当定心，因为长石呢，它那是天算 plus minus 的二数的二数的。好，后来边石呢爱困的边石，好边石爱困，边石呢是爱困的，好卧着。那卧佛，啊，用这，迄一个平稳，平就爱平咧，稳定咱的心，平静的心。啊，若是咧徛起咧，平平徛起咧，我那是蒙白，除非咧不差拍着技能比，才有符合。那无就因为你平徛起咧，空气对流咧，往往有当时啊造成无必要的这，这样子往起动掉嘛是会。或者是你伫徛起来时啊，哈，在眼中来看呢，哈，占在咱人的目睭的视角啊，内底的分量真济。好，所以咱呢，平常咱一困呢，即稳定，稳定咱的心。啊，后来就是圆周，圆周，哈，圆周呢，啊，圆圆，那个还日本人啊，日本这国家也景观呢。也弄就弄尽量圆，尽量圆。圆一个咱的定心丸，圆呢，予咱目睭看起是，你的自己感觉到一种稳定，脑海内的稳定，稳定我们的头脑。白酒稳定咱的心，第二酒呢，徛呢稳定咱的心，稳定咱的心。徛酒稳定心，白酒稳定心，圆酒呢稳定咱的脑。然后呢，咱心会感觉哎，真真平静。经过目睭你所看的时候，你看过哎，哦，感觉很舒服的感觉。所以日本的景观是做些非常的高招。啊，日本人啊，哈、啊，伊个国家所有景观的设计啦，我很足赞叹。一对照性呢，伊会当掠啊，贴贴贴贴。啊，过来呢，这乱照。乱石呢，爱单调。好，乱石呢，
扰人的心，才是去头前乱招嘞，家内囡仔沓沓滴滴真济，囥伊即个后壁乱招的后壁嘞，小人都足侪，小人真济，是非真济，说乱招你无得甲带掉去，无啦，你就吼断掉，说乱招嘞，影响一个厝嘞，啊若假使我伫两边乱招嘞，人开头花。正面乱招嘞，囡仔歹。虽然厝前厝后的石头你看到补嘞，有当时你石头你弄唔对嘞，颠颠倒倒，有这印证的经验。好，那么甲各位提供这里、个、对石头造成对人的影响。那么咱过来嘞，好，这叫做灵招乱，这个咩咩格格的招灵招咩咩格格。吼、哦，那像什么水泡石起来啦，像咱华人的水泡石啥，咱若要去，离咱厝较远嘞，若无在地面头前嘞，眼中钉。所以咱中国的造景啊，真爱用这灵石，吼、哦，奇形怪状足多嘞，好咩咩角角的，造成嘞，咱所看去，经过目睭看过，影响着咱的心，咱的脑海内心会乱。心会乱，若是你后者嘞，我建议一个方法，咱乱招之下，你边啊种一个植物，一个树啊花嘞，好，把这衬托掉去，就点都好。好，咱啊啊咩咩角角啦吼，你有小可有这个好多，种只大丁树诶花啦、草啊啦，还是种只植物啊吼，植物啦吼，会当好看，这个嘞无完全现一个现照嘞，好现照啊。那像你在乡都是咧好平川咧好因鸟咧，厝内底有新的人真容易流产，真容易流散。那这样子这面咧，好垃圾咧，人咧搞真搞冤家，心烦气躁。两面现鸟是当然好，但是也是美中不足。咱咧经过五关入去咧，咱咧脑海内咧，影响咱的心情。那么既然有啊，咱就创一个植物咧，放个半年半生，点到水。厝前厝后嘛是共款即个招，所以我希望呢，关于这对家来的景观的招呢，又远又破，咱会当呢，甲做甲感觉看起来真舒服，真有稳定感。你要看招的方法呢，你可以用这样看，用安尼看，用安尼看，你看招呢，对家的心态有啥感觉无？都有，家己体验着。或者咱目睭点点起起，像或者背景看。看这招会对咱脑海内会感觉如何？那安尼是啊，你呢？对这招会好好啊，甲运用啊！我相信呢，本安尼本来个嘛歹招呢，变成一个真正，互咱一个技术，互咱定心，而且充满着法喜的这个招。好，咱今仔即个呢，各家一个段落，好、哦，希望各位呢，下将出来即对。一招，这个学问啊，艺术啊，好啊，那个探讨，祝福各位。是方圣帝释，咱今日嘞，直接继续过来讲解风水的妙法。风水啊，这个学问啊，若无讲，感觉真正。神秘，若是人讲开的事啊，确实江湖一点诀，点破无值三个钱。风水本来就咱的生活，风水呢，一江、一时、一分、一秒，拢伫咱的身躯边，只是咱无去察觉到，无去发觉到尔。若是讲咱啊，有去发觉了，不然啊，发觉风水就是生活。咱一间厝的环境，一间厝的这个景观的设计啊，时间啊，佮造景，嘛是影响着咱一个家的平安、事业顺利，佮包括咱的心境的关系。咱一间厝啊，厝前、厝后、厝边，拢是关系着咱一间厝的顺失、袂顺失。那么外的影响。就是影响到咱对外，吼，对外的人缘，对外的事业。
若是讲啊，咱对内，咱就爱注意中庭、中庭。即摆咱真济厝咧，厝一深一时啊，那么你内底就起一个中庭。那么这中庭咧，就影响一间厝内底平平安安身体一个问题啊。中庭就是咱的八道底五脏六腑一个所在。好、哦，若是讲咱啊，伫设计好的时间啊，内底咧。咱来如法，哈，咱家来就平安。那么咱中庭啊，爱真注意。咱若要做水池啊，但水袂使有声。中庭有声呢，就吵闹，心烦气躁，影响着咱心情的乱。哈，因为呢，你中庭若即吵吵闹闹的时啊，造成咱的胃机能呢。五脏六腑为机能的影响，影响然后咧，胃内底咧神经咧，牵对心脏去，牵对心脏啊，咱会菜，会菜咧，咱会惊吓，会感觉真正袂安。所以，咱的这个中庭啊，若有水食，爱安静。啊，中庭咧，你大概石头尽量放圆的，啊，要长个圆的，水水安尼。咱毋通创火辣啥，氧气差咧，咱若加一个在个人家庭内底来讲咧，吼，咱就真容易，咱胃肠病爱注意。吼，因为这氧气差经过目睭，经过咧传达，这脑意识传达咱的五脏六腑的心。因为在天地间的数啦，吼，这气数相啊，相啊，吼，气数相咧，啊，伊本身就是代表着咱的人因。一个五脏，啊，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一口罩咧，伫中立，啊，伊厝真深啊，啊真深，伊内底做一中庭，叫水洗沙沙，然后咧石头拢捡真水的石头入来，好垃圾，我讲你爱注意，第一伤眼，哈，第二咧伤你的胃，注意溃疡爱注意啊，好，而且咧你爱这咧会发生个代志啊。好，你等下会动爱放屎，动动爱放屎，一天放几下个。啊，过来咧，就是你水中庭咧，因为是你做一块，无时间整理咧，内底会窟水窟啊，垃圾就影响到咱的肠仔大肠健康。那么这位先生啊，两阿婆咧，太太咧真气，就骂伊先生，你老母母安来吼，这规家拢真正病啦，好，逐项全病了啦，规家拢全病，原来好好，你母母的。啊，即摆咧要安怎？啊，水果垃圾会臭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么你若要要清气，你爱抽，爱抽哩哩落落，啊，影响着咱这身体上的健康。啊，或者拉咧，囡仔出来就带袂掉。啊，阿嬷心都烦恼，去冤家，大声细声。啊，囝咧厝咧为难，干脆出去，三四间出去，这造成社会的乱象。所以啦，若是各位有这个现象啊，头前水咧，咱若要流，咱就该用清气清清啊咧。啊，你要用流水咧，咱就莫有声，莫哩哩啦啦。咱要石头咧，临时咧，来当刷着换，若袂当咧，咱就种一个草啊，甲弥补起来。种草咧吼，小植物啊，小植物啊，小啊平衡咧，莫互这转转八八角角咧，咱目睭看着起呀。好去行行，啊，若莫大嘞，咱就内底嘞，上好牵你外口，吼，你才搁最好入来内底遐。因为中庭嘞，莫大来当了，咱人的心会烦，心中会开始无力，这爱真注意。好，所以咱一间厝的内底嘞，往往嘞，要做景观做的水，这是美化环境是足好的，但是嘞，咱若违背了这个。风水的法则啊，咱都爱注意啊。啊，因为咱厝中央呢，正中呢做中庭呢，中庭呢正中央的是啊，啊，咱呢有水，啊是讲有这个叫做其他的物件的是啊。好，因为这个咱的三元九运啊，地理的法则三元九运，有当时呢，可能说求助了求，可能说掉了呢，就是咱呢真正出运呢一行呢会行下坡。
这点呢是咱拢未去注意着。咱中庭内底，吼，你若要整理，吼，要做水，种迄个草啊，会当长年绿。吼，啊，花色呢，尽量呢，咱开花咱是莫讲遐尼济，吼，拄好拄好啊。吼，那么中庭呢，遮石头呢，咱若莫放伤大粒，咱若拄拄好诶石呢，感觉看起来真舒服。啊，看起来感觉无负担，啊，咱要看是啊，咱冷冷静静的，咱安尼看，甲看冷冷静静的看起咧，哈、啊，我们可以的，哈、啊，会体会到。那么中庭你也要做咧，啊，一定要有见天，面顶有空气的对流来，有光的来，有光的来，若无光来咧，拢是白母。有光咧，天地灵气伊会当相接，然后煞气伊会照阳光的气咧，伊自自然然咧，伊干嘛转咧？无形中啦，伊想煞掉去。好、哦，所以咱若要做中庭啊，咱爱真细意，真细意，莫钱开去，阁换来烦恼；钱开去，阁歹看。咱钱开去，爱互伊发挥着即个功能；钱开去咧，爱当互即个功能诶，达到咱所希望诶，阁而且无造成真侪困扰。即才是真真正正好诶风水，较好诶庭园。今日咱的课程到这就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利。祝福圣地些，啊，咱即个搁继续讲即个阳台的风水，徛家的风水。为什么一再来强调阳台风水？阳气就是咱逐工直接咧出入，逐工拢受着即间厝内底空气对流啊，吼，伫影响着咱的心情。咱逐工伫遮咧，啊，出出入入的时啊，当然啦，咱因为经过五官目睭所看过万项代志的，会传达咱脑海内。若是讲一间厝入来乱七八糟，心一定烦。一间厝咧。当家了哦，要行一路都无当行。囡仔倒来厝，有当时嘛带袂牢，翁婿带袂牢，或者是太太带袂牢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我看过真济厝，啊，这个厝内底，大家较有讲有笑的，较祥和的人啊，伊厝内底虽然厝无起真好，啊，虽然落只落只，但是内底真清气，一家非常的圆满。一家咧，感觉有讲有笑，感觉真有礼貌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我发出哦，装潢足水，开足侪钱诶，结果咧，外口看咧物件就摸摸摸到咧一间那仓库。而且咧，规家伙咧，逐下咧，你一边，你一边，我一边。所以咱一间厝内底会影响啊，都等于咱身体内，咱身体内咧，若是讲。恶人食，吼、哦，逐项看着食，我相信咧，咱心烦气躁，身体拍歹了了，内底卫生完末。那么，若是讲咱一间厝啊，好、哦，咱打入门，好、哦，你阿无，哎，这间厝有啥物吉祥祸福，大部分啊，打入客厅咧，都差不多会体验到。咱的客厅是一间厝的命脉，咱的客厅是一间厝的精神的主宰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好，我看了真济是现代人啊，伊甲客厅创细间，啊，即叫做房间创大大间来拍拳头呢，结果数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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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事业愈做愈会顺心，愈大愈大嘞，愈零零清清。我想讲，你那点做到用？房间较细间嘞，客厅较大间嘞。你何必要讲客厅细间，房间大间嘞？伊想啊，房间大间要活动较方便。咱一天的活动时间，伫房间，咱愈少愈好。你活动时间，你房间愈侪嘞，人会惰性。啊，惰性嘞，造成咱的意志力渐渐会消沉。吼、哦，即个啊爱注意。那么客厅嘞，就是咱一个人多。度量，
哈，天较大是吧？度量较大，量大，财就大，较会趁钱。咱一间客厅咧，哈，那是就是财库。咱无论是大间、细间，哈，环境卫生上重要，光线足重要诶。咱即摆真侪公务踏入门咧，客厅拄门拄入去咧，哈，结果啦，暗飒飒。即口罩一定袂损失诶，做代志是叮叮塔塔袂损失诶，大部分拢会安尼较济。那么发生这情形呢，建议各位电火点火度，不管是电火点火度，日光灯较省诶，吼，省电灯泡你不管是暗时、日时诶，你要点火度，尤其日时，因为你阳光无够嘛，阳气无够，你做事要哪会损失，灾难记会牢，记袂牢。啊，有诶客厅呢，那看无必要物件拢卷卷入来，乌多麦牵牵入来，吼、哦，啊一寡物件顿顿诶呢，财神也要踏入咱诶门，看了遐垃圾，伊就袂瘾来，吼、哦，每一摆揣都无药剂，生理咱顺势趁钱咱记会牢呢。我过去故意讲过，外门以外就是鬼神，中庭呢，迄庭啊吼，庭啦。门就会定咧，就是咱家内的平安。啊，厝内底任何一件代志诶，比如灶啦，吼，啊是即个瓦斯炉啦、眠床位啦、洗衫机啊，这等等遮咧，客厅就是家内一部分，就是存在，钱记会牢，记袂牢诶关系。咱有诶客厅咧，都踏入门咧，吼，中风甲咧飞哩巴鸟，即口罩一定人诶心性啊，大人诶心性后摆会变，若毋是虚化，吼，就是家己戆车车、戆戆神神。曾经一个信徒啦，伊入去踏入房，即个我踏入伊客厅诶时啊，面头壳顶啊，伊就去甲装潢一个大八卦，吼，装啊真水啊！结果呢，大了嘞，哈、哦，人啊，头壳戆车车，做事业的，伫做嘞，当当在想，听到想着，已经过半拍呀。这个就是讲，咱客厅随随便便嘞，去设计一八卦，奇形怪状，想讲哇，我安尼就是会当辟邪，无想着啦，好多天网，好、哦、天罗。哈、啊、天罗，个地网，咱去听入去咧，感觉看了真开朗，较悬较阔，吼、哦，咱就布置一寡字画，啊，那么啊，需要摆一寡书，我相信咧，咱因为每个人生生世世转生轮回，咱脑海内看了书咧，就有种稳定感，书咧册咧就稳定的感，看了一寡近世的法语啊，咱看咧会当。开发内在的心灵，好，咱呢，你来看，我舒服看嘞，咱呢，自然人心一定，心一定，头脑就清，头脑清呢，做代志就袂糊涂，做代志袂糊涂，钱就省了，啊，咱就主要是趁钱。所以，一间客厅的重要，是整个厝的生命的总根源。外面的气质嘛。内底客厅伊会集一个气，会当甲顺内底嘞集的吼，即、这个聚气集气，集气嘞，咱就变会旺气。既然要集气，咱就尽量有所在好来集气，集气嘞，自然就财库就大，好，咱度量就大，好，咱度量大嘞，人会尊敬咱，咱人就好斗阵。咱度量大咧，咱就无了了。好，干要干计，干要干害，无颠倒的梦想。所以咱度量若大咧，咱就家来大家享福，事事都较如意。啊，今日会破点咧，啊，咱个家庭做咯，祝福福，合家平安，事事如意。